Show some love for Formosa！ 2008年，黄伯清率领的台湾精英团队 Formosa 在亚洲区街舞赛夺得冠军，随后参加有着街舞界奥运之称的 BOTY 世界街舞大赛。这一群街舞高手以充满创意、利落整齐的精湛舞艺，团结一心的赢得世界街舞第三名的殊荣。从街头跳进舞台梦想的黄伯清，拥有一身酷炫绝活，高超纯熟的地板动作并非与生俱来。在掌声与喝彩的背后，舞台下的黄伯清和团员们一次次挥汗练习，努力做好最完美的准备。今天的这位来宾，他可以说是台湾街舞界数一数二的高手，尤其专精霹雳舞。他曾经代表台湾参加过很多国际级的街舞比赛。让我们欢迎黄伯清。伯清你好。金英姐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哎，很多热爱街舞的年轻朋友应该都认识你吼。你在 BOTY 这样的一个世界大赛当中获得第三名，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哎。这也是我的梦想，我也没想到会拿到第三名。嗯，那这个奇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就是不可思议啊。那我相信是真的是上帝的祝福，因为台湾其实真的没有办法跟世界的一些高手比较，但是我们因为不放弃，然后也因为有一些新的正确价值观，就没想到很快的我们就短短就是改变了方向之后，一年之后我们就得到这个奖。你当初是怎么接触到霹雳舞的？这要说起就是1994年，然后那个时候 LA Boys 那个时候是洛城三兄弟，然后他们把那个来自 LA 的街舞然后带到台湾来，那我那个时候就买他们的 CD， 然后买他们的他们那个时候出一卷 video 叫做武林秘籍，对对，武林秘籍，然后我们就觉得哇很炫，因为里面那些动作我从来都没有看过啊，然后我就是因为这个，然后我就开始爱上街舞，因为我觉得他们穿得很特别，然后那个衣服都很鲜艳，然后很大件，就那时候都不明白是为什么，可是就觉得一看就觉得这样子是真的很酷，跳起来很酷，然后会吸引女生的注意，然后就发现怎么年轻人衣服越穿越大，裤子越穿越长，对对，那完全都不了解，怎么头顶都扣到地板上去转圈圈去了， 对,、啊、对不对？对啊，就是一股脑就栽进去这样子。对，可是很辛苦哎，我看那些地板动作，你真的要做到很炫的话，但是要不断练习，一定是的，是的，什么擦撞什么一定都在所难免，对不对？是没有错，对啊，我们都是因为开始真的认真去研究它的时候，发现就是真的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然后尤其是地板动作，以前就是一股脑直接就是去练习不管了，结果就直接就撞伤啊，然后扭伤啊，手也是折伤，哎呀这个好危险啊，对对，所以我们也是后来就是发现就是说原来它都有一个基本要怎么练习，你可能要堆积你的一些力量，然后你可能要做一些基本的动作，你再开始去练习这个这种地板动作，你就发现会很安全，然后很好玩，对、啊、不然每个都要带护颈走来走去，对啊，所以这样子家长以后也不敢让小朋友再去学这样的舞蹈，对啊。你15岁开始练霹雳舞？我一开始在学街舞的时候，我只是在学他们的一些 street dance， 就是街舞的一些律动，一些比较属于黑人的一些大动作这样子。那有时候加了一招地板，那时候我就觉得这是很炫，可是我并不知道，当时并不知道说它分得那么细，然后我就是觉得这都是街舞，就后来去研究之后就发现哦，街舞原来有太多太多的元素在不同的种类舞风在里面，原来街舞是 hip hop 的一种，Hip Hop 里面有饶舌、DJ、MC 跟街舞四大元素，那街舞只是其中一个元素，然后街舞又分了好多个细项。所以你在很年轻的时候，其实就因为这样练习的关系，就变成专业舞者了。我就是看到我哥哥他因为一些关系，他自己组了一个舞团，然后我就是因为加入他的舞团，然后成为二军，然后我跳得不好，但是因为这个时候台湾其实是没有什么这样子的文化，所以。哦，就有
很多机会去演出，所以你上片各大电视台。对，我那个时候就跳得很差，但是硬被赶鸭子上架，一直要去上节目啊，然后或者是很多晚会的演出，就突然那个需求变得很大。对，然后你一个月可以赶几场？其实我那个一个月我不能说赶场，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们那时候接通告大概一年365天，大概平均200多场。啊，对，那个时候是街舞开始突然爆炸的时候，然后又没有人专门在接这样子的舞蹈通告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有一位经纪人，他很会接舞蹈的表演，嗯嗯，我们就到处去表演，然后我就是觉得哇塞，我跳成这样，可是为什么好多表演，然后让我就是在表演当中学习很多很多的经验。听说你们那时候受到的对待可以比照偶像天王级的对待啊。那个也是我觉得我们的经纪人非常厉害的地方，他帮我们包装的非常的棒，他让我们就是坐跟刘德华一样坐的车子，是就是而且同一位司机，然后我们每次坐那台车的时候我们都很高兴，因为我们坐完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四大天王的相片全部贴在里面，然后还有很多不管是港台最红的艺人都是指定这一家车还有这位司机来接送，那时候我们就因为我们的需求量好像也不比这些偶像明星少，所以我们最后我们自己的团的签名照也贴在后面。这是什么舞团？我们是 TNT 黄色炸药。黄色炸药。对啊，那时候就取了一个很有 power 的名字，然后我们每次到哪去啊，我们 TNT 黄色炸药，那个时候我每次一出场就是哇，好多的那种，就是真的很像自己也感觉好像自己是明星，因为真的蛮多粉丝跟着我们，然后去看我们表演，然后我们到哪里都是一个很炫的东西，所以就也真的蛮多人支持我们这样子。大家知道这边可以跳街头，所以常常就有很多的人，然后就约在这边尬舞，包括我们 TBC 每次尬完，我只能说形容就血肉模糊啊，因为就是这个地板其实真的不是很好，但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没有讲究什么样的场地啊，就是真的是街舞街头的舞蹈。黄伯清的童年岁月顽皮又好动，成天四处闲晃，因为喜欢追求刺激，经常偷东西却不以为意，造成家人的不少麻烦。其实小时候我帮他就是收拾过很多残局，比如说书店的老板，然后就说就打电话到家里来说，你要不要来这边看一下你弟弟，然后我就去到那个书局，这样他罚站在那边，因为他可能又拿了书店的自动铅笔或者是什么扑克牌。从医院打电话来告诉我说孩子在医院受伤，结果冲去医院就是看到他的我汗在外面发抖，伯清躺在手术台上，整个手是被差点动脉都断了，缝了很多针，可是他没有哭，他只担心说这下回去会惨了，所以让我修理得更惨。他打那些电动玩具已经打到那个老板都说，哎，你今天不要来玩，因为他5块钱投下去就坐一整天。那老板看到他就，哎，那你干脆参加比赛好了，就参加比赛也是拿冠军。刚开始学习街舞的黄伯清表现并不出色，经历了许多挫败，还好哥哥在一旁陪伴鼓励着他。他一开始在学那些地板动作的时候，其实我们团员已经大家都已经学得还不错，然后他就是被盯这些东西，他说你会不会跳舞，都说他不会跳舞，他说你这种舞感，这种跳舞的感觉，你根本就以后你根本就不用跳，然后常常用言语来刺伤他这样，然后就有一次就是他就这样被骂了，然后我就骑摩托车载练完舞嘛，骑摩托车载他回家，他就在我背后哭。在这个 LA Boys 进来之前，很多人会觉得学这种舞蹈，尤其像街舞，好像都是小混混。所以你们一开始在接触的时候，爸妈会不会担心说啊，你会不会学坏啊？我自己加入那叫什么 TNT 黄色炸药之前，其实我是观看 LA Boys 在学的时候，其实我遇到很多阻拦，因为其实就学不会，然后可是学的时候都可能要跟一些同学啊，可能晚上在学校或什么，或者是到一些公园去练习。然后我们练习的时间也没有一个固定的练习时间，我们可能就是放学或者是什么，我们就练到很晚，然后都不回家。然后所以家长们是非常非常担心我们，然后也都觉得跳这个东西没有未来，没有前途，所以家长是很反对我们跳街舞。那直到就是真的我发现就是我加入了黄色炸药 TNT 之后，我发现我自己觉得
好像有很多规律正常的时间被安排了，因为可能有经纪人安排的关系，所以我就是固定时间会去做练习，然后固定时间会有一些什么样，甚至连造型啊，连头发可能都开始有一些安排之后，家然后甚至有拿了薪水回家，哦，爸爸妈妈就觉得，哎，这个东西是好像是不错的，是还可以就是继续下去的，嗯嗯，像因为可能发现我也没有学坏这样子，嗯嗯，对我也是因为街舞的一些就是练习之后，然后跟对街舞真的更深一层认识的时候，我才改变了我的一些行为这样子。就换句话讲，说你学街舞之前比较坏喽。我学街舞之前。我真的是算是一个蛮过动了吧，我觉得啦，我那个时候其实不知道自己能够做什么，然后又不爱读书，其实我有时候我小时候就会发现我自己好像是没有那么大的价值存在，然后我就可能跟外面的朋友们，我就是晚上就可能就是去做我想做的事情。所以你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其实还蛮多的，还蛮多的。对，这是比较特别，就是我很喜欢就是偷牵人家的脚踏车，我就是看到人家家里楼下就是有停脚踏车，那时候好像大家都不喜欢锁脚踏车，然后我就是，而且甚至很好的脚踏车都不锁，我就直接就牵了就走，因为很轻，然后我就直接一牵一踩就骑走，然后我不管去哪里我都需要一台脚踏车代步，然后。一直到很后面我还就慢慢发现自己就觉得哎，脚踏车开始好像已经不流行了，现在开始国中生流行要骑摩托车，因为我也没有钱买摩托车，而且也没有驾照，也不应该骑摩托车，但是我就是会，朋友就有说哎，这个钥匙叫万能钥匙，我就自己去就是去尝试，就真的一开始开了哦，就打开了还发动了，我就觉得哦，心跳很快，然后很刺激，我就觉得我真的可以骑了吗，真的可以骑，然后我就直接就骑走了。所以其实像这样的孩子可以了解，比如说哪里很好玩哦，可以让你觉得打发时间，因为功课又不是很好，多半都是家庭功能不是很完整的家庭，因为可能没有人督促嘛，逼呀，看课业，所以就稍微有一点落后，稍微有点落后就恶性循环，然后你把自己放弃之后，反正同朋友说什么好，就往哪里去走，那反正晚上也没有什么回家的压力，其实是有一点可惜。你的原生家庭到底是出生什么样的问题？从小就是爸爸跟妈妈其实结婚之后，他们很早就结婚了，那时候爸爸其实是在台湾算是前三名的那种属于营造厂的事业这样子，那是我家族的事业，那我阿公就是因为这营造厂其实还蛮大的，但是因为周转不灵的关系，然后就宣告倒闭，就是因为这样子的事业一倒闭之后，其实我爸爸就是因为他很孝顺的关系，他为我阿公去顶这个罪，爸爸坐完牢之后出狱，其实很多的债主陆陆续续来到我们家，那我的妈妈其实很爱护我们，她知道说这些债主来可能她要去上班，因为家境已经不如从前，连我妈妈都出去上班之后，然后就变成有时候是我放学就是我跟哥哥回到家这样子，那债主上门就是可能会来我们家里敲门啊，然后按电铃啊，然后甚至摇那个门啊或什么，其实我都会有点受到惊吓，这样我们家就一直被持续的不断的被骚扰，甚至还有被锁大门，债主上门来把我们家的门锁给大锁给锁起来不让我们出去，所以我妈好几次都觉得我们生命也受到威胁啦。所以你童年其实在很多恐惧里面度过是，其实我那个时候我只会觉得为什么每次外面这么吵，然后到底是谁，然后妈妈只跟我讲说不管等一下我去上班，不管你回到家怎么样都不要开门，不管怎么样你就是在家里就对，那些人不会进来，到后面就是我爸爸也因为事业一蹶不振，然后他一直没有再去好好做一个稳定的工作，所以我妈妈其实有一点一肩扛起了家里的重担这样子，可是每次我觉得爸妈吵架的时候好像有时候都是因为我闯了一些祸，所以我就有时候就会问自己是不是自己害的，害妈妈离家出走，最后一次就是我还记得闯那次祸是我其实家里其实没有什么零用钱给我，那我很喜欢在外面做，很喜欢做一些事情，我买糖果啊打电动，其实我都很需要用钱，那我都会，其实我有一个小时候我也有不好的习惯，我会偷我同学的钱，然后我就是拿人家家长的一些钱回来，我就是没有讲，我就是一离开之后我就去打电动，我还记得那一次就是被抓到了，
其实我已经被我妈妈警告好几次，说你不只能再这样做。可是就是那一次，我又是做了这样的事情，然后同学家长直接透过老师打电话到我家来，然后就是那一次，我记得妈妈就是说我放弃了，我放弃你，我放弃这个家里，然后跟我爸大吵一架之后，那一次就关门出去，就再也没回来，然后之后就离婚了。每个月就是用我们的信贷在过日子，然后公司都是赔钱，然后已经进到一个谷底，我的人际关系也差到谷底，因为所有的人都希望我们倒闭。然后当然我最痛恨的就是离开我的那一群人，然后跟我对立的那群人，甚至我好几次直接到他们那边去跟他们大打出手。学习街舞而找到自信的黄伯清开始懂得自我要求，不但功课变好，更彻底改掉过去的坏习惯与不良行为。因着街舞而散发光芒的他受到亲友的高度肯定。那时候我们还在学校，我高二，然后他高三。那其实我还没有喜欢上他的时候，就已经我身边就好多同学跟我说有一个学长好，就是很有才华，然后大家都很仰慕他，然后伯清还为学校拿了好多的奖项回来，就算是替学校争光。当然不错啊，当然是不错的。对，在早期我们的地板界，对啊，我们算是蛮出色的，蛮出名的。那时候我只能从电视上看到我的孩子啊，他只要看到有我会跟他们保持联络，我只要说你在哪一台哪一天播出，我就希望看到你们。我很想他们啦，那时候离开他们我真的很不舍。后来他们能说今天能跳街舞，我也是意想不到的一件事情。好胜的黄伯清一心只想将街舞练到最好，超高标准的完美要求，不近人情的严苛态度，让团员们对他又爱又恨。因为他有知名度了嘛，在舞蹈界，所以我觉得他而且又可能跟一些就是艺人啊有认识，然后有帮忙就是帮助一些艺人有编舞跳舞，所以他的人脉很广。那所以我觉得他可能因为这样已经心里面有一些骄傲了。因为我们的少年得志啊，对啊，那我们20岁的时候我们就舞蹈教室，我们24岁我们就这间200多平的教室，我只要每天教1个小时的舞蹈，2个小时舞蹈，我生活足以过得非常好。因为我本身喜爱教学，那比较不爽我就觉得，哎，你明明是一个跳舞跳得很好的人，为什么你不愿意去做教学跟推广的工作？他觉得他的东西他就自己顾好就好，他觉得他不需要去教别人，对，他只想要让一些人输给他。他比较不善于跟学生就是讲一些学生话，这样学生有学生话，这样，对，什么叫学生话？就是你必须要把你的年纪稍微降低一点，你才能够跟他们对话，这样他比较不喜欢这样。所以后来你真的开始当专业舞者之后，有赚到很多钱吗？其实没有大家想象赚的那种，我们做的，我们穿的衣服，然后我们 Sado 弄很多的头发，然后做那样子，那样很棒的专车，其实。我们的外表真的都包装的光鲜亮丽，那是我们经纪人给我们门面的包装。可是其实我们所有的酬劳其实都被这位经纪人给剥削走了。那所以我们之后就有一些人就决定就是自己在这团里面也自己就离开了。他也很顺利的出了唱片，像5566的王少伟、小刀也曾经都是我们的团员。然后他们最后也真的顺利出去也发展了。然后我们就可是就是那时候我们分裂的时候，我们就离开这经纪人的时候，我们就组了这个 TBC。其实刚开始应该是还蛮好玩的，因为其实你们靠教学什么要赚钱也很容易嘛。是，加上你们都是高手，那个时候你这个 partner 牛奶也加入了 Energy 嘛，对不对？对。然后也让很多慕名而来的人越来越多，可是你并不开心，教室爆满，你却不是很满意。
因为 Energy 那个时候牛奶也是因为要推广街舞，他也发顺利发了唱片，而且他又成为很红的偶像团体，所以他影响到整个台湾的街舞界，其实还有喜欢不认识街舞的人也开始纷纷的来学街舞，尤其都是来到我们教室，知道牛奶是我们 TBC 的团员，然后大家都来我们这边学跳舞。那可是对于我来讲，我觉得这些来学跳舞的人，他们感觉让我觉得他们好像是来追星这样子。我觉得这些学生他们跟我讲话，我都觉得好像是想要攀关系之类的，是不是想要借由我来认识牛奶，甚至还是说想要来找我啊，然后觉得我很厉害，然后想要来认识我。那我就觉得这样子的出发点我都觉得不对，我都很希望说你们先不要跟我说话，你们好好的花钱学跳舞就对了，等到你们练到有一定的程度，我在跟这样子有程度的人交朋友。就这样的学生爆满的情况之下也赚了一些钱，你们后来是扩张之后却开始失利，对不对？往下走，那时候就我们的另外一位股东他就说，我觉得这样教室已经承受不了，就是这么再这么多的学生，而且之后我们可能会越来越多学生，我们必须要开一家最大的舞蹈教室，然后把它弄得很漂亮，然后就花了四五百万装潢了一家200平的舞蹈教室。一开了之后，哇塞，这么大，其实是需要经营的。但是我说过，我以前柜台就是负责收钱就对了，不用什么经营，大家就是那么小间的舞蹈教室，反正就是老师来教跳舞就这么简单。嗯、可是现在发现这么大的舞蹈教室，哇塞，那个电费、那个水费，还有甚至管理费，然后很多的老师因为课也增多了，然后好像有很多的管理需要去做，可我都完全不了解。就在那个时候，我们就是业绩一直往下滑，然后加上我们自己内部终于开始出现了赔钱的事情，一发生之后我们感情就开始不和了，然后感情就开始破裂了，就开始讲到钱，大家就开始伤感情了。然后就在这个时候就选择说要把哪一家店关掉。很多人想法其实跟我们不一样，那个其实那个不一样已经是变成是他们觉得不想跟我们在一起再继续再经营这个新的这家店。可是那时候你们要撤了，牛奶没有要跟你，可是为什么会搞到后来彼此要攻击呢？我们认为舞蹈其实真的要摆第一，所以很多的时候我对于学生的一些想法或者是学生一些建议我根本都不想管，他们建议 TBC 应该要怎么样，可能啊，博兴，你们老师啊，为什么教课要这样？我都觉得他是很多余的意见。其实很多学生他们是一股力量，他们来上课，他们支持你 TBC， 他们可能来到这边，可能他们会觉得说这边是一个他们很喜欢学跳找到快乐的地方。但是我那时候并不会觉得，我不想理他们的快乐，我只要我自己快乐就好了。我要把舞蹈大家都练到最强，所以我的所有的团员们，我就给他们的建议就是，你们要把舞蹈跳到最好，你们跳不到最好，你们也没有办法当我的团员，因为要加入 TBC 就一定要做第一。所以很多团员们其实在我这边练跳舞，就是都有感受到我的压力，就是你没有跳好，我其实一天都可以不用跟你讲话，我就会很生气，摆一个臭脸。所以团员之间其实他们都跟我已经有一些这样子的一些隔阂，我都不太了解，我都不知道，我反而都觉得，我在为你们好，所以你们应该都会很感激我才对。所以一到了我们经济一出状况之后，我们就分家。可是我发现我们所有的团员既然都是跟着那就是另外一群留在小的地方，然后我这边这么大，我现在所有一个老师都不愿意来我这边教课，就开始一间200平的教室，压力好大，一个老师教课，后面以前是每一堂课所有的教室都是爆满的，可是现在一个老师对一个学生两个学生，我自己在那边当老板的时候，我在那边这样看着这个情形，我也不知道该讲什么，可是我那个时候就是一股愤怒，我开始就要去把我的学生给拉回来。那我用的方法可能就是用比较极端，我就把我那些一些团员的隐私疮疤给公布出来。哎呦，可是其实说实在，这个东西只有我们这几个自己人会知道，他们也都知道其实是我讲的，对，结果他们也匿名如法炮制的攻击我，所以就变成我们两个人的，我们两方就是变成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内乱。唯舞独尊的黄伯清突然间失去了友情与事业，从云端上重重的跌落下来，他的身心饱受压力与煎熬。以前我教课的时候，
最多有96个人，你能想象96个人在一间教室里面，教室都挤到走廊，挤到门口去。那时候还不是这一间，那时候教室只有50平，然后有96个人，他们在排队等上课这样。我觉得他算是那时候是正在面临到他人生最大的一个灾难，就是因为他爸爸食道癌去世，去世没多久几个月，然后刚好又遭遇到公司面临危机。那阵子我看到他连就是慢慢的头发都开始在掉，然后也很少练舞，然后我跟他出去就再也没有像以前那么快乐。我看到他每天一个人在教室，因为当时就在这边这个教室的时候，我们其实学生那时候很少，刚开始真的太少，然后练舞的人也没有来练了。那我就看他常我在柜台，我都可以透过镜子，我都看到他一个人自己在那边练舞，而且我非常的觉得那个背影我真的看太清楚，因为以前的他是多少人跟他一起在那边练习，对，然后一同在那边努力这样做这些事情，可是为什么走到最后是我居然看到这镜子里面这么孤单的我的弟弟啊？对啊，我弟弟怎么那么可怜？那时候的情绪是我要怎么让这个人死得难看？街舞的圈就这么小，你讲一句话两句话传来传去，一定都会传到耳朵里面，他就气不过，他就到我们练习的地方就打了我那个朋友。我就去找他的打对方的那个家长，请他出来，然后我写了一份2-3份切结书，好，就是说我们互相都和解，不要再扩大了。所以对台湾的这个街舞高手伯青来讲，其实面对人生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怎么 partner 不见了，然后学生不见了，跟他的老师不见了，然后 TBC 的声望突然因为流言四起的关系降到了谷底，你整个人生面对很大的一个挑战是不是专业就好吗？不是技术好就好吗？那为什么现在什么都不对了？这个时候你进了教会啊，这真的是一个很，我觉得上帝真的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奇遇，是让我这样遇见上帝。我觉得让我真的就是在最无助的时候，我这样真的是遇见上帝。因为我在公司其实营运不佳的时候，其实我已经跟牛奶他们分家的时候，然后我的公司这么大，其实没有人来上课，我的每个月好几十万的亏损，然后我已经又再去跟小允啊跟哥哥再去银行做借贷，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其实借了好多好多的钱，然后去每个月就是用我们的信贷在过日子，然后公司都是赔钱，然后已经进到一个谷底，我的人际关系也差到谷底，因为所有的人都希望我们倒闭。然后当然我最痛恨的就是离开我的那一群人，然后跟我对立的那群人，甚至我好几次直接到他们那边去跟他们大打出手，就是说你们在讲我的坏话怎么样，我甚至都出手伤害了他们。其实我真的发现我的面子真的是我很爱很重我这样的面子，然后我很捍卫这样的东西，我就说我输不起的。那我女朋友就在有一次就是在我最心情最低落的时候突然打电话给我，就说伯青，你相不相信有一位上帝愿意帮助你，然后帮你度过这一切的困难，然后他很爱你，你知道吗？就我说好，那我愿意去听听看啊，你带我去。隔天我就去了，我一去之后我就觉得大家都在唱歌，然后很开心，我就不知道这个感觉是什么，但是也引起了我的关注，我就看一直在看大家的表情，然后看大家看着台上那种喜乐的脸，我很记得我一直看大家的脸，看大家的嘴，是不是真的？对，还是假的？而且这些歌根本就不红啊，这些歌为什么可以一直唱？然后而且大家都很会唱，我说我怎么都没听过这些歌，然后最后就有牧师出来，然后我就觉得那一篇信息其实怎么感觉好像跟我的性情好像在讲我是不是？然后说最后他就说，请问在场的弟兄们，你们是不是弟兄姐妹们，你们是不是心里还有一些愤怒，还有一些嫉妒苦毒甚至不满，然后甚至很想要就是想要抱怨？我就会觉得怎么每一句话都好像在针对我讲，可是牧师又不是在看我，可是我就总觉得他好像一直在讲我的心理的问题。那篇信息也跟我很大的有对我有很大的
一些提醒，他说我要为你这样的人祷告，请你闭上眼睛，我为你这样的人祷告，我就跟着闭上眼睛，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整个人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感动了起来，好像是鸡皮疙瘩自己突然都整个都冒出来。我那时候不知道这个叫做一个被圣灵的感动，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只知道怎么突然好好想哭这样子。然后他一讲说为我祷告的时候，我就觉得好温暖的一个祷告，然后很安慰人心的一个祷告，所以我的眼睛就像水龙头打开了，然后就眼泪就是这样滴下来，从来没有滴过这么大滴的眼泪，那个眼泪滴到整个地上全湿掉了。哦，那个时候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怎么会，然后哭完还觉得这么舒服，怎么会这个样子，是怎么了？然后就听到就是好像真的上帝就对我说话，就是你这一切所有的事情交给我，你现在开始就是安静，安静你的心，你不要再去跟外面的人攻击，跟他们再去做什么样子留言的攻击，什么都不要，你也不要再抱怨了，你也不要再去恨那些离开你的人了，这一切没有办法解决你现在的问题，你现在相信我们就安静就好，我会帮助你的，我会让你。可是问题这就是最难的一点啊，以你的个性来讲那么冲动，人家讲你一点你就要跑去揍人，叫你安静，你不上网，你总是会从你的这个同行里面听到一些有的没的，你真的安静得下来吗？因为我已经开始去教会了，然后我就还记得我也加入了一个小组，然后我去到小组之后，我就又不再把我的累积下来的一些事情告诉了我的小组长，然后他又这样拍拍我的肩膀说：“博鑫，没关系，我为你祷告。”然后我还记得他一为我祷告之后，我一祷告完一站一头一抬起来，我又眼睛又红了，又红了眼眶又流泪，他也看出来我流泪，然后他也感受到我的，我就觉得他与我一同悲哀这样子。然后他说：“我知道你有很大的一些委屈，但是没关系。”我知道你觉得你自己是觉得你没有错啊怎么样，但是没关系，这一切都交给上帝。我记得都是很安慰我的话。所以你安静了多久？大概四个月到半年左右，我记得四个多月到半年，这个安静的这段时间。所以你的安静让这两边的攻击事件慢慢慢慢慢的就平息掉了。我觉得这也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就是当我安静之后，当我愿意先安静，然后我不再去讲一些很负面的话的时候，去攻击别人的时候，我发现这个声音止息住了。很多人有时候好像是来故意要挑起这个争端，又过来跟我讲的时候，我发现我的回话，他好像是一个中间人，他会把我的话传到对方的耳朵里面去，就发现对方也开始不再攻击了，然后甚至好像对方也听说我进了教会，然后好像知道说我有做了一些不一样的改变之后，他们就也不攻击我了。然后甚至我的公司，我现在开始，我在安静的这段时间，我听从上帝的教导，要接待每一个来到你工作室的学生。所以我加入教会之后，我开始在教会里面听到说要接待人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就觉得哦，要接待人，要开始跟人家有一个良好的关系的时候，就我就觉得上帝给我这个机会，我公司请不起人，所以我自己必须要去当柜台。那我是团长，我又是表演的，我又要去带，还要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可是变成我觉得我把我的身份要降低的时候，我其实那个时候挣扎很大。我要在公司当一个柜台，我要可能从算账什么都要我自己亲手亲力亲为。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训练过程。我就在柜台开始接待每一个进来的所有的学生。然后我就会先从笑接着先 ，Hello， 你好，这边是 TBC， 请问你要做些什么？不，你要来学什么样的舞蹈？我可以为你介绍。就我就发现，我只是这样讲啊，这样子开始这样接待，就好多那些学生就是会有好多的问题，我都回答到我心里很想骂这个人。那个时候我很记得，就是我慢慢一个一个接待的时候，他就那老师，我这样学跳舞，要不要穿新的鞋子？我这样的衣服可以吗？那我就发现，我开始知道学生的需要是什么。然后我就发现跟圣经的教的道理是一样，你要了解对方的需求，你要满足他的需求是什么。所以我就开始这样子接待每一个学生进来，我总是笑脸迎对，然后我把我的公司介绍得很好的给他，我也慢慢练习我的口才。结果我就发现这些学生开始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四个又拉很多朋友来变八个，八个变16个，就这样子我们的
舞蹈教室越来越发展，越来越多人，然后整个教室就开始更大的舞蹈教室，嗯，以前是小教室爆满，现在是大教，我们的那么开这么大的教室也爆满了。对团员也是，我开始告诉团员说，我们学跳舞不要再去争什么第一不第一，我相信第一的话你愿意自己努力练习会有很大的收获会到你的身上来，那最重要跳舞就是开心嘛，我一开始跳舞也是开心啊，我也是因为看到电视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炫的东西，我很开心，然后我第一次获得观众，你找回了当初感动你的那个东西，对，我换到大家观众的掌声，我那时候很开心，所以跳舞是要开心的，甚至要用爱去跳舞，因为你爱这个东西你就好好的去跳，但是记得哦，所有家人对你的要求家人要摆第一，不要把跳舞反而放低，因为家人可能对你的关心那才是真的最重要的。哇，你真的变了。那后来债务呢，解决了吗？我还记得小雨那时候到我家里，最后一个月我们每个月有一个 deadline 就是要付给银行的，还有房租啊什么那些贷款然后房租的钱的时候，我还记得最后一个月的前十几天吧，小雨来到我家里说，哎，伯清，我们户头里还剩多少钱？我说我们现在是在非常非常的底线，已经没有钱可以再付这个月的房租。小雨说好吧，反正我们都已经交给主了嘛，我们都已经信靠上帝了，我们就祷告交给主。可是就在那十天他来找我玩之后，我就发现很多的电话打进来，很多的邀约去表演的通告，然后很多的学生慢慢的就回来，好像也遇到，好像我们的一些旺季就开始回来了。那个时候也很奇怪，也不是暑假哦，可是就开始这些学生就开始回来了，然后整个工作室就变得很多很多人来上课，然后我们的表演通告也开始变满档，然后就在那个月哦，奇迹似的钱就是凑齐了，然后又可以交出去，然后下个月哎，除了凑齐之外又有盈余一点点，然后又到下个月又有盈余一点，又盈余更多，最后反而每个月现在支付可以出去之外，我们还有多的钱，还有分红，所以就变成就是说很奇妙，就是上帝做这样子很特别。然后我开始在这个时候我就感受到，真的这个钱是好像感觉是我真的有跟上帝一起去努力做某件事情，所以这个报酬进来是我觉得很实至名归的这样子进来，很像是我真的是有做了些什么，然后我得到这些钱是觉得哦，这些奖励我会觉得这真的是上帝给我的一个祝福。我还记得我就巧克力那个以前的事情可不可以就这样这么算，我就手这样伸起来，以前的事情可不可以就这么算，不好意思对不起，就他就这样子看到我的手，然后再转过来看着我的脸说，你觉得这样就算了，就走掉，没有握我的手就走掉。在信仰中重新得力的黄伯清，有着让人想象不到的改变。他甚至放下以往目中无人的狂傲态度，主动向曾经势不两立的朋友巧克力公开道歉。我内心非常的感动，非常，我觉得男儿泪不轻弹，但是他已经有做到让我想要掉眼泪。感觉他以前很容易生气，很多人很多事他马上就讲，对，而且很直。现在他会想得很清楚，然后跟你讲，但是他不会即刻，他会先想一阵子，因为他其实也要控制自己心中很多很多一些脾气，可能以前潜在的那些脾气也会爆发出来，可是他都把它想清楚，然后再慢慢说这样。信主前的时候，他就比较的自我，就是什么事情都是以自己或者是以利为中心点这样。那信主之后，他变得就比较，第一个比较会体谅人这样，再来就是比较
会去做别人不愿意做的事情，或者很注意一些很小的细节的东西，这样就像是我们每周小组完之后，大家可能很嗨的离开了这样，然后他一个人就在那边扫地啊、整理这些东西这样。他很清楚知道他的舞蹈方面不是靠天生就跳得好，他真的是被人家用骂的，骂到他不得不私底下一直默默的练习很久，才达到今天的这个程度。所以我觉得，因为他有这些经验，反而我觉得他现在在带他的学生啊，他都非常有耐心，而且都告诉每个人说，就是你们不要害怕挫折跟挑战。就是有一些资质不好的人，他反而觉得他有同理心，觉得我以前也是跟你一样都没有天分，可是我就是要把你训练到跟我一样这样，甚至是要比他更好。让我很感动，就是走到哪里人家都跟我讲，你这个孩子真的很棒，你这个孩子真的是做人很成功，很会做事，然后很讨人喜欢，又很有礼貌，这是我最大的那个安慰，就是说我能教出这样的孩子，可是不是我教的，其实平常讲不是我教的，是上帝教的。对博鑫的祝福还没有完，因为在2018年的这个 BOTY 的大赛，你们拿到第三名，以及跟你分离的那些团员，有些也加入你的表演。有一次，一个很大的一个舞蹈比赛，那个舞蹈比赛是另外一个舞团办，他请了所有全台湾的所有的高手去聚集去参赛，甚至当评审。我还记得我那天好像是当主持人吧。我是当主持人，那跟我就是那个对头最严重的就是巧克力，一个叫巧克力，他是被邀请当评审，那他其实是我们当时 TBC 最核心的一个团员，然后他也是股东。那时候一拆伙的时候，全部人都跟着他。其实我很恨他把我所有人都带走，然后他讲了我很多很多的坏话。那其实，在那个时候，我还记得，就是聚集在那个时候那个地方，我就尽量避开他的眼睛，他也不看我，我也不看他，可是我还是笑笑的做好我的主持工作，然后跟大家就是跟大家聊天。可是那时候就听到一个声音，就是告诉我说，你要跟他和好，你必须要跟他和好。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是觉得，我要跟他和好。怎么和好？不会吧，不可能啊，他伤害我那么深，我怎么还要我愿意？而且他说，你要跟他说对不起，你要先，因为你也伤害人家很深。然后我那个时候真的没有办法，就在那个时候，其实我就是活动主持完了，我想要赶快就下班离开，可是就是那个声音又更明显，就说 right now， 现在散场的时候，现在你冲过去，现在散场，要不然他要走了，来不及了。然后我就觉得，哦，好吧，我就走路，我就真的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有我也其实心里很不想，可是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自己走路走过去，他就看到我从远远走过来，然后他就这样不想看我。我还记得他把头撇过去，然后我就走过去的时候，身旁还有那些跟以前是我教出来的团员跟在他旁边。然后我一走过去之后，我就说，我还记得我就巧克力，那个以前的事情可不可以就这么算？我就手这样伸起来，以前的事情可不可以就这么算？不好意思，对不起。就他就这样子看到我的手，然后再转过来看着我的脸，说：“你觉得这样就算了？”就走掉了，没有握我的手就走掉了。那时候我那个火烧起来，旁边的那些团员看到我这个样子，那些团员其实我也还没跟他们，也还没有接受我，对。可是他们却走过来拍拍我的肩膀，就是拍完我肩膀就这样走掉。那时候就把我那股火焰浇熄，因为那些团员其实是我以前教出来，是我很爱的一些团员，都是算是我的心腹大将。可是他们看到我做这样的举动，他们就拍拍我。回去之后，那个我就祷告，那个声音就告诉我更明显说：“对，你就是要这样做。那你今天被他拒绝没有关系，你就继续再去做这样的事情。”就这样子，很巧妙的，就是这些人都回来了。最后那个巧克力，当初他回来的时候，其实我们一开始都没有什么讲话，我们就是避免排在一起。虽然我是排舞者，但是我都会避免跟他排在一起，或者是尽量少跟他讲话，但是我们都还是会打招呼。可是就这样子，久而久之，从一句哎 hello 到变成就是今天去哪里啊，你明天要表演什么，就是
好像是一个很正常的问话，到后面我没想到我们的感情就被上帝给恢复了。我先走过这些路，我觉得对一个年轻人来讲不容易啊，你要放下自己很多的面子，然后跟在里面，然后最爱的人那种冲突，然后最后你能够去道歉，很好成就一个很完美的把台湾整个街舞带上高峰，是在国际上面扬眉吐气。嗯，你最后有没有什么话要跟观众朋友说？我觉得做什么事情就是，我觉得是最重要的第一个就是要很喜乐的去面对每一件事情，那你很喜乐，我觉得就会生出一个信心，然后生出那个信心之后做什么事情，我相信不要放弃就会很容易不会放弃，那不会放弃之后我觉得做什么事情就都会成功。这个在经文里面其实有一句话，就是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这一段经文其实那时候是给我很大的信心，包括我拿了这世界的第三名，其实都是因为上帝在我们当中做了非常大的功。然后我发现在这上面真的影响我很深，然后我愿意先去放下自己，放下自己的态度，我先谦卑我自己，然后我去欣赏别人的优点。这也是我们组了那个梦幻队福尔摩沙学到一个最大的功课，谦卑自己去放大别人的优点，然后把别人的优点学到自己身上，然后我们就又更强又更进步。然后最重要的是有那个团结，然后跟彼此那个非常友好喜乐极有爱的那个心，在大家一起在彼此交流，我觉得那个力量是最大的。那也让我的，因为我是身处在一个团体 TBC， 然后我又做了这样的一个，就组了一个这样的团队，其实都是团队。那这个力量怎么来，其实真的不是我，是上帝，然后让我们所有他先爱我们，然后让我有那个爱去爱大家，然后大家就合一团结。有些人可能一开始不信上帝，可是他发现我这样对他之后，他也愿意把自己拿出来，把自己有的拿出来，就这个力量就变得更来越来越大，然后那个影响力就太大，然后让我们可以做什么事情都能够成功，然后做什么事情都没有阻碍。其实我们从小很多时候会被教导，我们要努力，然后我们要成为一种骄傲，成为家人的骄傲，成为社会的骄傲，成为国家的骄傲，所以我们就很拼命的想要拿第一，然后要求完美，然后真的去做到国际级的水准，甚至成为台湾之光。但为什么有些时候有些比赛你赢了，却感觉上你好像输掉了全世界呢？今天在这里做见证的柏青，他是台湾一个相当知名的舞者，在国际级的比赛当中也拿下了优胜。他最后得到的心得，他所学到的真理是，如果你想要赢一个比赛，其实技巧不是最重要的，同心合意才是最重要的。如果你要赢得人心，那么一个不可一世的态度，一种强势的态度，就是你会失去他们，反而是爱心能够联络全德，成为有影响力，成为有感染力的人。也难怪圣经说，骄傲在败坏以先，谦虚背后必有尊荣，值得我们来思考一下哦。各位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孙悦，真的是武林高手啊，黄柏青。可是我知道，在小的时候他对舞蹈有兴趣，对街舞有兴趣，想做的时候他受到很多的歧视，也有很多人不以为然。但是当他自己，人家觉得这个孩子好像各方面都不好，可是他学了街舞之后可就完全变了，功课也好，各方面，哎，自我也相信我可以做到了，我努力就可以达到。最后果然全世界第三名，那真的不得了，这个舞团。但是我们也看见了他中间有很多的一些困难，有自我的骄傲啊自己的一些什么什么什么问题，这些问题慢慢的都解决了。我觉得最最让我感动的是他领受了上帝的爱，懂得去如何的再重新跟他自己过去曾经有过的关系来改善，把这种人际关系完全的改善。朋友，我相信你也有一些困难，也会有一些事情觉得很遗憾，要不要我们借着我们这位武林高手黄柏青这位弟兄他的见证，勇敢的透过了基督的信仰，我们去寻求，把你认为不可能的事情就变成可能，
不美好的事情就能变成美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借着我们的皇帝兄啊，他的见证，让我们看见了在信主之后他自己寻到的，他会谦卑下来，他会知道自己曾经犯过的错误。上帝，你给他的勇敢，你的爱里头，让他走出去，去跟人家道歉，去把重新那个原来不好裂痕的那种关系重新和好。主，我为电视机前面朋友祷告，我相信有人会是这样，有人还做不到。主啊，真的求你帮助他们，让他们透过你的爱，可以让把很多的遗憾事情改变。恭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亲爱的朋友，真的加油！刚刚看到黄伯清他自己的见证，我自己深有其感。我也是这样的人，从前怎么会呢？怎么会跟人家道歉呢？不管对与错，都不可能，最后都可能，不美好事情都变成美好了。你愿意吗？耶稣爱你，你可以成功。